搿只名称啊，主要是上海人有，叫咸酸饭。哦，咸酸饭其实就是菜饭啦。在上海人讲起叫咸酸饭。咸酸饭。我相信这个咸酸饭啦，搿个每个上海人侪有一点比较深个印象。老早我总记得搿辰光，我小辰光总归啊，弄堂里向嘛，总归当啥人家屋里个菜饭嘛烧了老好啊，怎么侪有个啥人家烧菜？会得去十年会得，哎，十年会得去。有辰光嘛送一碗，哎，去烧菜饭了。哎，那隔壁头有个老太一家头个，那么我烧好菜饭，总归办事多那得去阿婆啊。那么何方言？大概侬是说，哎，搿顾老师送温暖，送温暖。搿一般性银行呢，大概有点什么，有点炫技的味道，而且暗中提醒。哎，对对对对。侬拨我吃一碗菜饭。要我里向呢，要好些啥物事？果菜香呢，我也送碗菜饭，菜饭不能，是个是个，比一比啊，嗯，对吧？阿里个肉多，阿里个肉香，是是是，对海酸饭对吧？现在外头也有个，譬如讲，现在外头啥个骨头汤海酸饭，对对对，蛮流行啊，蛮流行啊，我可以啦弄个呀，哦哟，那才三锅八万，那个菜炒一炒八万进去拌一拌，全部弄吃了呀，哦，好吃个呀，那个不叫海酸饭，叫拌饭，叫拌饭，对个对个，完全正确。所以现在老王。这个农到农家乐去白相，哎对了对，哎到农家乐去白相。我到这个郊区，或者到外省里去，啊周边地区啊，刚才答，说农家乐规模比较大的，伊比邻少，大灶头，而且搿个饭呢是，譬如讲最近像我吃到过好几趟，伊拉烧搿种菜饭，就个海肉菜饭，讲海酸饭。侬想我一趟子啊，到了一个苏州，人家只老一幢老房子里向搞了只活动，结果上来也是菜饭，哎我。情不自禁讲，哎呦，菜饭！哦，我眼睛发落了，快点吃菜饭。一个菜饭为啥好吃呢？苏州人吃饭吃菜饭呢，伊里向摆了交关牛肉，好吃噶。侬欢喜个牛肉，搿吃了呢？搿么我跟伊个主人呢，还勿是老熟，像主人熟闲话，我就讲，搿菜饭我打包回去吃。是的，是的，是的。哎，我吃相比较难看。所以阿拉这个沈老师是咸酸饭个这个粉丝啊，欢喜吃这个，的确是享受好吃。侬一般吃这个白米饭啦，有辰光吃个一碗呢，咸酸饭好吃两碗。多吃点，对啊。多吃点。搿个呢也不易，本来有利健康。我吃泡饭好吃三碗。过去还讲搿个，喏，我今朝个咸肉买了好，我今朝香肠买了好。哦，侬上阵一个好像不是勿够香，勿够辣。是个是个是吧？是个。关键呢是梅酒卤子烧出来，梅酒卤子搿是好吃。现在没梅酒卤子了，侬上次梅酒卤子被人家第一季了。不来，侬搿个卖了。本来这个偏量。第五斤高了，侬还个煤球炉？侬不晓得老早个煤球炉子生了哪能噶？是烧，我生过的，我小心引脱的，我烧不起了。因为煤球炉子，我小辰光这是到码头上去演出了，有种地方，搿辰光煤气勿大用，我搿个刚刚出来辰光，还煤球炉子，哪能生出这个飞积压沙板？对吧？有种用一张报纸好生煤炉了。哎，是个是个，里向有得沙板，老早是煤球啊，煤球啊，后头就变成煤饼了，对吧？那么搿个还有呢，就讲阿拉现在吃饭啦。老早吃个米啦，的确呢，阿拉说是陈米多，侬新米吃不着了，要到乡下头亲眷了，乡下头个朋友了，那么新米上次等侬打个啥个十斤新打牛筋新米不得了了，得了不得了，就是亲戚朋友们大家分点了，侬没吃的，现在是好像侪吃新米了，好像不大吃陈米。还有个呢，就阿拉个大米啊，保存其实也提高了，阿拉现在保存个骨子，哦，到辰光呢，上市辰光呢就改一下。叫陈国兴啊，陈国兴哦，陈国兴，一个米子的姓已经交关种哎，那么还有呢，就是讲阿拉现在呢，就讲搿大米啊，有辰光割了太紧了哦，那交关个这个吃口勿是老好的成分呢，割脱了。是啊，当然搿不大有利于健康哦啊，侬吃上去好，营养价值勿一定老高。哎，维生素片，维生素片呢，首先蛮。哦，但是侬讲新米哦，烧出来饭的确是好吃。是吧？新米上市辰光，搿个新个米，搿个米好，的确是好，多吃两碗。对对对对。哎，酸饭我倒是一直烧。哦，我辣屋里向烧菜烧饭个。啊，今朝不高兴烧点啥个小菜嘛，哎，弄只咸酸饭吃吃，弄只啥个炖蛋吃吃嘛，好的呀，是啦。比较简单。比较简单。咾么烧咸酸饭就有啥讲究吧？里向个料啊，当然饭是肯定有个，其他的料。烧咸酸饭是搿能介。哎。烧咸酸饭像我现在烧起来是最便当唻，剁青菜嘛，炒一个炒。啊。那个香肠嘛，切成迭个叫啥个丁嘛，也炒一炒，然后拿饭啊摆进去一道炒。啊，不是饭啊，是米。啊，倒好米，一道炒，炒好之后再回到个米炒，炒好之后摆了一道均匀点，拿海头夹好，然后呢，拿这个菜跟这个饭呢，一道摆到
这个叫啥？这个地板包里，最后呢水一清，没你们娘一起来，关了海一个钟头嘛，就好吃了。这个是最最简单的。简单的。哎，那么这个烧出来的海水饭呢，好吃难吃呢，如果一个样，因为是地板包烧出来。地板包烧出来的。哎，老早阿拉小辰光，我小辰光。对，侬小辰光我晓得。我小辰光是七宝人了。七宝是伊拉搿位大伯灶头了。哎，我大灶头。啊。大灶头，那么阿拉阿妈烧拨我吃过海水饭，搿是真好吃。哎，咁啊，顾老师，侬现在个水平能够达到那阿那个水平吗？我可达不到啊！太好了，现在烧焦脱个。哦，烧焦脱。也肯定烧焦脱个。啊，阿拉那不我烧焦脱。哦。阿拉那个说转过来，说等我后头去那个啥。洗澡。洗澡。那么侬穷烧了。我穷烧呀！你烧起来骨头太硬了。不香了是吧？不香，我开心呀！都是我走几岁，走五六岁的人，另外去打上十斤去，挺好。好了好了好了，啥好了？还有嘞，好了呀，不是还有嘞，还有嘞，养是养得不得了。你妈啦，拿了母鱼，这小猪，你弄东西呢？东西东西里向教个么？全部弄吃。我教不能吃。好吃。我教好吃。我教口味。香啊！香噻，俺古巴啦，那是，我确实好吃得不得了。俺家的这个吃了对不啦？对肠胃炎咯啥才好。帮助消化。哎，这来得个灵了。完了，加罗老师嘛。我看过侬交关文章，侬研究吃的，侬对海水饭肯定也有研究的。搿侬倒讲讲看，这个海水饭烧起没有啥讲究，这个料子里向没有啥个花头。讲我发觉啊，海水饭呢就是讲，实际上上海人啊才会烧海水。嗯嗯。但关键哪里啊？这个菜啊，不好比发黄。嗯。一发黄马上。哦，对个，阿拉我吃个蛮多在发黄。那么还有呢，就讲我体会啊，这个海水饭里向一定要放眼藏肉。那么搿个对勿啦？在烧过程当中，伊个膘啊渗到饭里向去，哦，对，蛮好吃。当然现在讲起来不大健康了。哎，搿么老早对勿啦？陈老师，我是记得老早海水饭烧好，刚全部烧好了，拿一块猪油，嗯，打摆进去拌个。哦。不过呢，大家肚皮里向呢不大有油水，油水少。哎。把八块猪油进去呢，哦，一个饭特别香，对对对，而且滋润了。太阳光一烧呢，一个饭对吧，晶莹透剔，像真是这个，对吧？对对，哎，自由倒饭，是吧？那么阿拉刚刚这个顾老师讲的这个，侬是菜香肠，对吧？其实就讲，因为一年四季蔬菜了，有几个品种了，对，除脱搿两种，阿拉就讲我搿菜饭当中有啥花头？有啥花头？还好把点其他吧。阿拉我小辰光，我记得我小辰光，阿拉烧菜饭是不摆青菜。嗯，把香茴生叶子啊，人家剁脱的。哎，香茴生是。摘得来。香茴生老早个叶子才个不吃个。我老早老里呢，住在小菜场楼上。嗯。那么阿拉外公啊，当时光就那子看，一直剁脱，全部剁光了。啊。人家剁了差不多，不要了。嗯。那么又关照我来。啊。带过去拿得来。哦。我去洗手间。哎，哪位人？有啥哪位人了？这个好烧菜饭的呀，烧菜饭烧出来都好吃，侬相信不呢？我明早烧给侬吃，我告诉侬。我倒倒倒过去，拿了交关那个。那么伊拉讲香茴生的叶子啦，要拿根里向的茎啊拉它，不拉它呢是苦的。那么拉它，拉它之后呢，烧出来的这个菜饭呢是香的，好吃的。哪个伊讲大是浪费吧？搿种物事伊讲绝对是好吃的。再讲就再讲就叫环保，环保，环保，哎，啥环保？还有嘞，还可以嘞，还可以叫草头。草头。草头也好吃。草头也好吃。草头现在搿季节了吧，就用烧草头。炒的，炒的我倒没听到。哎，烧菜饭老好，好吃啊！哎，还有豇豆，豇豆哦，豇豆我倒没吃过。还有哪晓得？豆瓣，豆瓣，蒜头，蒜头，蒜头烧出来，蒜头上去了，哎，剥出来，你剥出来，剥它，你剥它，豆瓣。豆瓣上烧菜饭，就讲那种，不是硬的豆瓣，就是一般的这个叫啥蒜头，蒜头，然后侬就摆了这个饭里向一道烧，哎呀，也蛮好吃，好吃啊，又粉又浓又好吃。哎呦，可是我交关不晓得，阿拉观众朋友们，阿拉今朝上沈老师的古老乡，对呀，那是他阿拉这个一般菜，像什么叶子啊、豇豆啊、蒜头啊、草头、草头啊，哎，豆苗其实才好烧。古老师，别光他妈烧菜饭。嗯，就黄的菜不好摆哦，大的菜不好摆，因为水分太多了。哎，水分太多了。侬假如讲跟饭摆了的话，伊就变烂饭了。哎，不好吃。黄的菜不好摆，只好炒炒年糕了噻。对呀。刚刚好像大家摸索出来个经验。为了吃到一碗香喷喷的海水饭，交关人啊欢喜跑到郊区或者是农家乐，看着从大灶头的盒子里向盛出来的海水饭啊，好哟，真的馋吐水哒哒的。然而啊，随着城市节奏的加快。人们为了追求快，出现了交关以米饭为原料的小吃。肚皮问题是解决了，但是呢，大家逐渐发现了一桩事体：
不管是咸酸饭还是白饭或者是小吃，好像侪失去了老早的味道。这个到底是啥个原因呢？哎，咸酸饭没吃过了。哎，咸酸饭嘛是上海人这个特有的讲法。哎，菜饭啦。哎，那上海人吃泡饭是更加名气响了。嗯，那上海人在吃泡饭的。吃泡饭。阿拉沈老师呢，我晓得的。吃泡饭呢，侬在圈内是有名气的。啥名气呢？沈老师这个以吃泡饭个配菜啦。嗯。阿拉叫过桌小菜啦。嗯。阿拉个沈太太对于准备了老好。沈老师是一定要求的。来不只要六只还是八只，我帮你。八个两只。首先呢，我是泡饭控。啊，泡饭控。哎，我会去泡饭。哦，那一个礼拜，假如讲里向不吃两天泡饭呢，我心里想呢，总归不大适宜，也不大滋味。哦，不过现在当然早餐是蛮丰富的，牛腩面包，啊，我们还有个生煎，有个，但是我会去泡饭。嗯，过泡饭小菜呢，就当然我比较讲究了，我不叫穷讲究，吃泡饭穷讲究。侬介绍一下，介绍一下。不，上海人呢吃这个过泡饭的小菜呢有好几样。嗯，主要呢是酱菜，上海酱菜呢品种老多啊。嗯，那萝卜头。老不得啊，小黄瓜、小姜瓜了。那么还有呢是玫瑰大头菜，那么还有呢榨菜。榨菜，搿辰光榨菜比现在香啊，现在榨菜是伐？小包装，卫生是卫生，但是呢不大菜。搿种榨菜是棚里弄出来的呀，那一块。哦，真好吃，还有食物嘞。哎，食物，食物还就呢，白薯、红薯。啊，红薯里向有玫瑰薯。玫瑰薯。白薯里向有臭薯。我也要吃臭薯啊，但是我吃臭薯呢，屋里有抵抗力。对，有抗力。我弄这个味道啦，就是吃不消。对，吃不消。没得讲起臭呢，海菜锅。臭吧，还有梅北叶，梅北叶。今年过年啊，我有朋友特地从绍兴帮我去买了南包煤气站。煤气站，我吃辰光里向抗议反对，就我家里吃。你吃光了吧？啊，还没吃光了，吃光了。我还想跟你分享嘞，有人吃光了。我这家吃啥？你不拿，我去吃啊。我去吃啊。我刚才我也吃了。还有一样么子，现在吃不着了，叫龙头烤。啊，龙头烤。对，一根，搿搭上头一根龙头烤。超过两碗泡饭了，哎，是的，是的。所以上海人呢，这个骨子里向呢，还是欢喜吃这个泡饭、米饭类的。米饭类，对的。那么现在老早这个吃饭团，我讲吃饭团。哎，吃饭团。老早我小辰光一罐行里，啊，一罐行里一堆吃饭团。对啊，像油条嘛，跟油条。人家吃饭跟油条，有一顿早饭就好了。对啊。那么现在呢不对了，现在呢弄这个吃饭团里向。要有海菜、榨菜、辣酱、肉松，这海带王，啥子侪有啊？太考究了，海带王。我觉着反而不好吃。不大对人啊，哎，不对人。我觉着不好吃。啊是啊。这个现在不是要拿只啥个一只竹头的么子叫像这个台湾人，用木头枪。台湾人好不像个手里一块像毛巾一块么子。这个手艺啊，不要撩起来，光光那个那个是包起来个师傅啊，这个手艺，个手艺，个手艺。对个，有种人欢喜吃糖啊，你像八珍米八珍糖。啊，那米巴糖来烧出一吃吃来，都好吃。对。那么现在呢，不晓得啥行出来的，啥里向还摆一根啥火腿肠。哎，火腿肠我不吃，我也不吃，我就觉得没啥意思，我就觉得会吃纯的。是不纯？哎，不纯的。觉得这个好吃，哎哎。还有紫饭糕也蛮好吃。紫饭糕。紫饭糕蛮好吃。但现在的紫饭糕吃起来跟老早的紫饭糕味道为啥不一样？晓得吧？老早是紫饭糕了，因为用洋细米做的。哦。现在可以用大米，甚至用糯米。哦，那么吃上去呢，得牙齿。哎，我咋觉得中午不好吃？洋细米，洋细米烧弄饭，搿饭呢稍微适当的来一点。啊，那么里向摆眼盐，再摆眼葱花。哦，摆辣只格子里向，眼冷却，冷却以后呢，再弄个条，然后再弄筷。嗯，你再弄个筷啦，不是用刀宰的。哦，用啥物事？一只小木头的弓。哦，当中绑根尼龙线。哦，用尼龙线来宰。哦，搿样子就不会腻了。对个。那否则侬去刀来宰，对伐？旁边来腻牢了。我想来一只腻牢。你要用小弓来宰。小工了，是不？现在交关小青年了，也没看到过这家具。哎，对对对。那么洋西米做了以后呢，有眼刚性。嗯。这个油里向一吞以后呢，又老松了，老松口。哦。现在呢，再用糯米做，用大米做呢，就反而不好。反而不灵了。哎，有些老工艺啦，你像这个几十年甚至有几百年传下来，有道理的。嗯。其实米饭啦，伊也好做这个小菜。我记得意思就是阿拉个叫天下第一菜啦，啊叫天下第一个锅巴啦，锅巴啦。花人锅巴，啥个锅巴，这个声音也好听啊。对啊，侬锅巴把来烫个，把么子浇下去，啥个声音，哎，确实。搿个辰光呢，就是讲，因为食材勿是老丰富，锅巴呢又是蛮多个，搿么子个要开发伊了。啊，勿好浪费。上海个些本帮饭店里向呢，就是开发出一种这个锅巴菜。哦。譬如讲花人锅巴。花人锅巴。嗯。伊那个锅巴对伐？就是讲八成功搿能只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呢，油里向呢炸过，炸过以后呢，摆辣盆子里。所以旁边再烧只花人锅，
啊，嘎子花人，嘎子花人，那么最后呢，搿锅巴呢端上去，嘎子花人浇上去，滋滋味香啊，对个，搿么声响效果蛮好，颜色又好看，是个，搿么大家又好吃，好吃是好吃，下头菜个，但侬要趁早吃，哎，勿是，哎，还要拧脱个，脱牙齿个，那么搿只菜呢也比较好做，所以有辰光呢屋里向呢也会做，而且搿只菜上酒水了，哎，对个，人家有辰光结婚了啥婚宴高头也有只菜了，哎，因为搿个。把椒切了，蛮红火的，哎，这个菜蛮喜庆的，这菜。家里勿是老贵，哎，效果蛮好，效果蛮好。尤其是小朋友老要吃，对，因为讲这个酸酸甜甜的。那么一个呢，就讲搿个米啊，嗯，伊还有一种加工方法，现在小青年呢大概勿大会吃了，包炒米糊。哈哈，对对，包炒米糊，跟妈的小辰光呢，当伊点心吃，包年糕片当甜点吃。哎，对对。那么还有一种呢，用洋细面包。哦，搿洋细面包弄炒米糊呢，伊掌心勿是老好。但是呢，可以做种点心。对对对。讲麦芽糖，炒好以后铺辣台子高头，等于冷却以后呢，再弄一块一块。哦。叫炒米糖。炒米糖。炒米糖。对个。里向有得花生米了，有。哎，侬摆眼芝麻啊，摆眼花生米啊，搿么也好吃。招待客人呢，蛮体面个。对对对对对。搿么搿米呢，还有一种做法呢，伊炒熟，炒香，啊，磨成功粉，啊。就比如炒米粉，炒米粉，炒米粉，阿拉小辰光呢，就讲去下乡劳动呢，妈呢在外头炒一锅子炒米粉，磨好子，不带回去，伊怕侬吃不饱呀。那么夜到头能好葱油吃吃，实际呢吃是吃得饱的，就芝麻菜呀。芝麻菜。那么大家葱，侬是把芝麻，对吧？我们是把黄豆粉。那么侬们是和里向把个橘子皮，大家交流，同学之间交流。而且炒米粉，我小辰光阿拉屋里有过炒米粉，因为丈夫小人丈夫的大饼红嘛。阿拉，我从阿拉爸爸从千万块送，不许干吃啊！哎，干吃要老，要抢了，要抢了要咳嗽的，一定要那塑料。我那就干吃，干吃，干吃好吃。是香，哎，干吃香。而且那个外国人啊，当然也吃，有种也吃米饭，吃饭，好像到了中国人吃法有点两样吧？不一样。哦。侬譬如讲意大利餐厅里向啊，还有那个西班牙餐厅，西班牙餐厅，有辰光也会有个海鲜饭。哦，哎。外国人，我总会发觉伊拉好像蛮笨哦。哎。饭烧成是夹生的。哦，隔三个倒是有。上海人老最炫话啊，屋里向烧饭了，侬烧腊饭不要紧啊，烧隔三饭就香哟。炒香馍嘞，炒香馍，炒香馍就哎，侬肯定来吃隔三饭。吃隔三饭，对对对。那么啊，伊那个意大利人啊，跟这个西班牙人，那也烧隔三饭。是隔三饭。所以侬有辰光我到这个啊吃西餐呢，我个饭不敢点的。哦。哎，墨西哥餐厅呢老有劲啊，伊拉那个饭不当做一道菜哦。哦。上来了。咁侬有辰光，我当时上来一道饭，咁我菜呢冇嘞，讲哎，搿就道菜一样，像吃台饭个样，搿老怪，吃小菜过饭，吃饭过小菜，哎，老怪老怪老怪，所以稻米文化我发觉还是中国比较发达，中国比较发达，比较发达。其实呢，现在屋里向个吃饭啦，搿个倒是真个没老早吃的多了，老早这个定量，侬话不够了。现在侬讲一个号头吃几斤米啦？就讲吃有种人家是老少老少吃的，对吧？就讲因为老早可能做体力生活，那么小菜嘛又不是老丰富，还没有事，那么多吃点饭。老早我小辰光，我觉着说吃个饭啊，大米饭，哎呦香喷喷的，料小菜的，摆一点猪油，哦，也是一种，也老好吃的。现在饭好像是没过去香。现在才用电饭煲，老早子呢才用茶灶。嗯，什么屋里向呢用煤炉？煤炉对，对吧？那煤炉呢也蛮好。嗯，现在电饭煲呢有个缺点，饭是烧得蛮好。嗯，但伊不大有滑焦了。刚顾老师讲有滑焦。哦，对，冇焦哎，滑焦香的呀。嗯，对吧？那么现在冇滑焦以后呢，就做个一个蹊跷。嗯，那么广州饭店里向，广邦饭店里向有得煲仔饭。煲仔饭有辰光会得蛮滑焦。煲仔饭又好吃，搿伊煲仔饭个饭不是这个勿是电饭煲烧，伊是用小个砂锅。哦，烧个上面烧个，咾么摆辣火里向，摆辣明火里向呢，捂辣海，咾么下头呢有眼滑焦。对啊，我从搿味道香。记得阿拉小辰光这个阿拉搿平台头个食堂里向烧饭搿辰光还大个灶头烧。搿只滑焦总归有人来预定个。搿只滑焦呢，要拿伊烧好，烧了焦后勿是黑。啊对，对吧？一要拿伊嘛，一只菜刀，你慢慢叫搿人拆起来。对，拆起来呢，一只形状也要。一只形状。搿辰光对伐？上海天浪向有种饭店啊，尤其是本帮饭店啦，伊老讲究搿只饭字，就是我叫炒拆起来以后对伐？伊会得挂辣饭店高。饭店窗口高头，哦，伊作为招牌，那搿个烧饭属于本事啊。烧饭也烧了搞好，不要放小菜了。我老早那块饭店啦，伊会得挂眼啥物事呢？挂眼鱼，哎，啊，挂眼肉。还挂只饭字嘞，一看搿老字号，老字号，嗯，对吧？侬搿只饭是清爽嘛，啊，老清爽啊，勿黑个，焦黄焦黄，焦黄焦黄，哎，风头里向吹了海，啊，那么搿只饭字呢，好怕人上，啊，好怕人上啊，对，搿勿是烧泡饭，屋里向是烧泡饭，伊搿只饭是好烧菜的，哎，好烧菜的。
但是烧泡饭也好吃，泡饭也是好吃，是好吃。哎，我觉着一个人口味会得改变，哎，不一样。以前对吧，吃饭以饭为主，哎，是的，菜是少，菜少。现在吃饭好像以菜为主，以菜为主，对对对对，饭少吃点，哎，对吧？对。没以前呢，可以哪讲，阿拉年纪小啊，搿辰光，嗯，好像长发头了，长发头的，经常要我煮面，嗯，要讲坚果是最好调味品，是个是个，搿辰光偷吃冷饭都还蛮好吃，嗯，啥物最好吃？坚果最好吃。对个，现在呢就是讲。尽管鱼肉花虾侪老多啊，就觉得好像不老鲜。是的，是的，是的。不老鲜，咁么吃的就觉得好像有辰光食上呢不大会开胃口。对对对。所以呢，回过头来吃顿泡饭，吃顿酱锅，哎，气头。啊，胃口都开了。哎，欢喜了，后是个记忆。后是记忆。不是，伊现在呢就是讲盐嘛不好多吃嘞。那么啥么？那么吃吃么？总归侪是淡淡结瓜了个，或者没啥好吃的。那么没想到来碗饭，侬个本身淡，再加淡，侬哪能来塞呢？那么就像沈老师讲的，来碗泡饭弄点酱锅。哦哟，搿么迭个是香了，又好吃了，对吧？哎，天气侬蛮清爽的。上海这个叫啥？稻米文化，稻米文化，稻米文化啊！阿拉整个江南地区是稻米文化，所以上海人对搿个吃米饭的讲究啦，而且创造了各种各样米饭制造的啊，制式也好，各种各样的小吃也好，侪受到了欢迎，而且非常开心。阿拉讲从咸水饭讲到搿个各种各样的吃啊，希望大家吃了健康，吃了开心啊！啊，下趟呢要沈老师迭个啥个啥个送拨侬的物事，侬不要再吃光啊！哎，要分享分享啊！煤气站了，侬也吃啦？我也想着煤气站。好，我太送巴去吃了。好的，来去吃吴老师烧的菜。好啊，好啊。好，谢谢两位嘉宾的参与。好，阿拉今朝节目呢到这结束了，欢迎大家收看，谢谢，再会。好，让阿拉来看一看今朝的微信平台浪向，观众朋友有啥个有趣的问题呢？昨天帮朋友一道去吃农家乐，点了眼菜饭，随后我听人家讲搿叫咸水饭，搿是为啥呢？好，这位观众朋友侬好，来到阿拉上海呢，这个菜饭啊也叫咸水饭，不过这种叫法呢是老早头人叫的。现在在郊区还保留了这个叫法，市区呢一般就讲是菜饭了。不管是菜饭还是咸水饭，这种饭呢还有一个正统的名字叫做咸水饭。讲到咸水饭呢，需要从头讲起的。这个普通闲话讲个饭粒啊，在上海话当中呢叫饭米酸，酸这个音和酸相同。咸水饭呢就四个字，饭米酸是咸的饭。后头呢慢慢叫有些人写成了咸水饭，讲音也相同，味道也相符。实际浪向呢，菜饭是不带酸味道的。如果有只酸味道了，那么估计侬这个菜的肉啦，肯定是不新鲜。伊就来河旁边了，搿河旁呢应该臭河旁边了，旁边呢伊只窗门开了海，上去一结果一开哦，一股香味道，我来想，就伊在做事。刚好要为第三标又标上去嘛，搿男的就拿了海勿卡，看了伊吃。起来。